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第二大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弱点当中呢，你需要进步了。未必在你的弱点当中你进步到去变成你的强项。不是，如果按照这个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而不是你单单是承认弱点啦，了解弱点啦，见到自己的弱点那么简单，而是还要在你的弱点当中呢，去变成呢你一个很懂得在里面去寻找啦、安排啦、去排列啦一些的助力。换句话说，在我们自己缺乏的地方呢，我们自己去承认去找人帮手是一件事，但是你在你的缺点当中，你将它变成一个艺术一样，你能够在你的缺点当中呢，反而呢去越来越找到人帮你，越来越能够使到那件事呢变成你的优势。这个就是一个技术，去找出别人比你强的这些地方。明白吗？即换句话说，你不只是承认别人去帮你去辅助你，你同合作，因为这个是你的弱点嘛，不是单单被人帮你那么简单。这个既然是你的弱点，为什么你不会是让你的弱点更加成为你一个另类技术呢？就是更加在这一方面你能够认识人才呢，更加在这一方面你能够了解了什么人才最适合去弥补你的弱点呢，又或者甚至多方的人才、多方的技术或者多方的策略去弥补你的弱点呢。就好像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主日信息这样，咁你会睇到其实我哋嘅主日信息呢係能够精彩同埋不断能够有进步嘅空间呢，其实係我弱点上面嘅进步空间嚟喎。因为我强项就係好简单，就我听咗神嘅声音，我能够将神嘅说话讲出嚟。但问题我讲出嚟嘅时候，按照你哋唔同嘅信仰、唔同嘅程度同埋返到教会唔同嘅年份呢，其实你哋知嘅有限㗎喎。有时初初返教会或者喺外面听我哋教会讲嘅说话，嗰陣时讲几个嘅名词呢，嗰啲名词根本系以前我哋一套嘅信息嚟㗎，你边可能系我几个名词里面你会明啊。咁所以於是乎嗰个系我嘅强项，但系相对呢，如果对于你哋想吸收我嘅信息嚟讲，嗰个系我一个好大嘅弱点。因为我同你沟通唔到㗎，因为我讲嘅信息你直情唔明，你以为明㗎嘛。咁所以於是乎我咪需要喺呢个弱点当中，需要人做 VO， 需要资料员，需要呢一啲嘅绘图员，佢帮我喺我自己呢一啲啊。冇办法再要花时间或者将我个脑或者将我个信息转咗个弯要讲呢个题目。当我转咗个弯讲呢个题目，根本成个嘅可以话嗰个 flow 都已经系唔同咗㗎嘛。又或者甚至讲讲下我都唔知道自己讲咗边㗎嘛。所以以前嚟讲我会有个必定要呢停喺嗰啲位呢去解释。有阵时解释几个礼拜先至再返返我几个礼拜前讲嘅嘢。好多比较即係懂得思维长啲嘅弟兄姊妹就跟到。但係有啲思维直情系嗰篇主日佢未必听得明嘅啲人，佢点跟得到啫？咁但系而家唔系啦，我按住一个 flow 讲晒成个关于呢个概念嘅所有嘢，但系里边我掟咗几个大嘅名词出嚟，但系呢啲嘅名词而家咪需要呢、这个咪我弱点咯？而喺呢个弱点当中，我唔单止系搵人弥补，并且呢个弥补变成成个我哋嘅2012小组嘅喎。开头有资料员啦，咪有三个资料员。资料员的作用就是在这些位置当中去提点回尤其是这些可能有很多人不明白在这里可能要跟一跟，因为以我们来讲都听到很吃力或者在这里会放个 VO， 这里放这些，然后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放就用回那段带用回这篇信息用回我刚才讲的概念为了是讲这一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塞出那么远，就是遗留只是讲这几点。开头只是三个资料员做这些的 VO， 但跟住呢慢慢呢去演变有好多的绘图员啦，跟住里面有 VO 的配音员啦，有好多这些不同。因为以前甚至连配音员都没有，我们只是打文字的就在上面。咁跟住有配乐添啦，是咪咁，所以变咗好多隻的配乐今日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嘛。咁所以你会睇到呢个是我弱点嚟喎，明明是我弱点嚟喎。但问题在这个弱点当中，我不断去集合咗咁多比我更强的人。即是说我绘图得不得？我其实不太行。中文打字打那些独白出来去给弟兄姊妹去录这些 VO， 我得不得？我打字没他们那么快的，肯定。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常常就是帮教会做这些翻译的工作。所以变成我就是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单止承认你有弱的地方，这个就是谦卑的地方，你真正了解你自己弱的地方，而不是说夸张地扮或者虚伪的谦卑，而你真的知道这个弱，然后呢为了侍奉，为了我们这个群体一起能够有更好的祭物去献给神，我承认我自己需要谦卑，并且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找这些比自己强的人，而并且我要越懂得去看人家的强的地方，就是说可能 A 军是能够帮到我，但是 B 军更加能够帮到我，但是问题原来我直接组成一个团队才能够正正式式帮到我，那我咪直成索性组成一个团队咯。所以变咗，当呢一节经文里面其实俾我哋知道，当你侍奉神嘅时候，有两个大嘅前提。第一个前提咧，就系承认嘅弱点，弥补嘅弱点，千祈唔好因为我哋遮掩呢个弱点而导致我哋一齐去侍奉神当中出现缺陷。但系承认你嘅弱点都唔及得你喺呢个弱点当中，因为系你嘅弱点嚟噶，所以变咗，于是乎你亦有呢个责任咧，唔系话将佢抛个波俾人，等人弥补你嘅弱点。而在一个过程当中，你物色那些真是比你强的人，欣赏比你强的人，然后让他能够有机会他可以帮到你。当然他的弱点你可以帮他，但是问题你的弱点你都需要人家帮的嘛，但是问题都要精益求精的，不是说糖塞了就算了，那个只是一个胖站塞住他那就算了。所以你要看到在我们来讲，我们才出现了现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主日信息会是电影式的，不是歌劇式的，所谓是不是这个曾经在栽在以前都曾经分享过啦。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有的一个现象。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让神夸张靠尊天光，命愉快无烦恼，尊扬神高人你得报，踏上天路身份轻，那国有风流如道，前往未有失口，兴起快跑，要奔往我主天国，马背新铁路来轻轻奔跑，同走向永生路，从不会后退，全意踏上征途，神陪伴挽手，我定然可做到，朝终点方向达到，来宣告主信息，分享主天国度，来述说神旨意，同正上帝多美好，神同在人间，是我心知道，而我在世被爱惜，被恩高。